看我看现在住的挺多的，现在有多少人啊，大夫？现在多少人住啊？现在有26、27个人。二十六七个人啊。像这边，柏林住哪个床？哦，对。患者在询问，家属在询问啊。哎，麻烦问一下，在这里看病的人都是，当地的这个村民，还是这个当地的业主，还是什么人？成分结构？银滩的居民能多一些。银滩的居民多一些啊。啊，对。哦，您是护士长啊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是咱们医院的住院病房啊，咱可以过来看一眼。病房里边啊，三张床，这还有，患者啊在躺着呢，咱在这边看看。这是医生办公室，航风监督科。这边是康复护理室啊。哦，也有几个病人。啊，你们都是住院，哈哈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大爷好。啊，好。你好，你老人家是什么病啊？什么病？你得什么病了？啊？你多大年纪了？我94了。94了？老家是哪里的？啊？老家是哪里的？甘肃的。甘肃的啊？是住在银滩哪个小区啊？哪个小区？啊？住在银滩是吧？哪个小区的？暂时来的。哦，孩子跟谁来的？跟女儿还是跟儿子？儿子来的。儿子来的，儿子呢？现在？儿子在那做去了。哦，给你做饭去了。啊。哦。哎，住在那啥地方我都说不上。啊，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是吧？嗯。啊哈，你是得什么病啊？腿疼。腿疼是吧？嗯。住了几天了？我这腿疼时间长了。腿疼的时间长了吗？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。嗯。我住院住了几天了？啊？这医院来了多长时间了？住院我今年来，今年来了。哦，今天来就住了三回了，四回。住了三四回了啊。嗯。哦。在医院。嗯。到四川住了，到山东来。嗯。住了来的。哦，行，好好的养着啊。这个医院采光不错啊，看看，两个大窗户。这位是您的父亲吗？啊，老爷子。老爷子啊，我刚才问了问，都90多岁了。93岁了哦。哦，这个是怎么？你们是在银滩有房子吧？银滩没房子。没房子。租的。啊，你们是租的房子。嗯，租的。哦，你们是老家是哪里的？青海的。嗯，那么老乡啊。老乡嘛，每年过来住两个多月。每年，去年就过来了吗？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也是9月份。九月份过来的，开海，我们主要吃海鲜。吃海鲜哦，那以前你住哪呢？以前啊，以前在青海，现在哦，在之前我们在四川。在四川啊？嗯。四川什么地方？峨眉山市。峨眉山是个市啊？对，峨眉山是个市。哦，峨眉山怎么样？那地方那多好啊，想象中也很好啊。它那个城市也很休闲。休闲。旅游城市。我得去考虑。哦，你啊。旅游城市，它就说是。环境倒是挺养颜的，挺养颜的。嗯，那人能住得多好啊？干嘛上银滩来啊？各有各的好处吧。银滩有鱼吃，峨眉没鱼吃啊。吃鱼是一方面，还有呢？主要就是这水果多呗。啊。不过它这个南北上来说，就是这个南北各有各的特色吧。啊。咱们这北这是属于北方了啊，北方对，北方像我们都是北方人，嗯，就说时间长，就说吃，尤其这个吃啊，嗯，就说是这个适应在这里啊，比较适应在这里，嗯，南方这个尤其人家那个四川这个麻辣，我操，吃不惯，我吃不惯，不是人家吃不惯，我吃不惯，嗯，就说是，但是人家水果也多，
它的水果主要是橘子类的，还是这些这叫什么、嗯？橘子、橙子多一些。橙子啊，什么干儿啊，这个干啊，这个。这里是苹果。啊，这是苹果。梨。啊，它的风格不同嘛。风格不同啊。所以你要享受，想到哪享受哪的。哦。多转转，多那个啥。那你说这个气候条件的话，这边和那边有什么区别没有？你觉得？那边潮，这边干呗。这边海边还干啊？这边算要和峨眉比还是干的？啊、哦，峨眉有多潮呢？哎，那家伙湿度上来以后，尤其冬天，冬天湿度还是、哦、冬天湿度大。嗯，湿度大。冬天关键它不那个啥，不没太阳，没太阳，它没风啊，没风。嗯，它温差小啊，它温差才几度，就是说是温差小，它几乎没风，不像这温差大呀，有风啊。啊，你说那边没太阳是一个月？能够三次，冬天啊，只是冬天啊，冬天啊，夏天多热啊，夏天基本那个啊，冬天三四天是什么意思、嗯？就三四天太阳吗？一个月能见上三四次吧？就那么就那样子的？那你见不到阳光的多憋屈啊！那冬天、啊、那是，那、夏天可能夏天不需要太阳吧？它的巴巴出太阳，热啊、嗯，热。在一个那个地方，好处是啥？就是。养颜啊，一年四季的花绿的，确实漂亮。那养颜应该养人啊，跟养人吧。人我觉得在养不养不知道吧，反正是像我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，像我毕竟北方长大的，还是喜欢北方人的这个生活方式，尤其这个吃啊，刚才你在这来，我外头饭馆随便。想在哪个吃可以吃啊，嗯，起码合口。嗯，那个地方就是麻辣，我这个人对麻辣不太那个啥，偶尔吃就可以，经常吃不行。你们每次出门都带到老人家吗？带呗。哦，在峨眉也带老人家。从西宁，嗯，一直背到峨眉，从峨眉背到这。啊，背到这。今年也背着，今年。今年也带的啊。那不带不行啊。那是啊。那不带着咋办？老父亲必须跟着你们走。你弟兄几个呀？得弟兄就我一个。就一个啊、哦？那就你承担这个责任了。姊妹还有一个姐，两个妹。哦，哎，那是这种情况啊。这你怎么也，我觉得也怎么也得60多岁了吧？65。啊，65岁了，看着还年轻着呗。哎，不年轻了。不年轻了。65了。啊，就是说今年也在这住了。今天不住，过两天就住。啊，我就说在这住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。啊，住了两个多月。住了两个多月了啊。嗯，两个多月。这银泰你评价怎么样？哎，也不错。哎呦，比较相对来说，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都有最好的季节。嗯。就像我们来这个季节上是人家是9月份好、开海，完到这个季节气候啊，果实也下来了，啥的都是比较好的季节吧，只能这样说。价格也比较便宜。啊、关键东西，秋天呢，收获啥的出来了，你别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样，别的日子咱也没担心。但是峨眉呢，就是说是一年四季，人家水果也不断。气候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湿。湿度大。你们峨眉，你在峨眉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？买的。买的房子贵不贵啊？不贵。多少钱一平？我买的那个也就4000多平吧。哦，4000多一平啊。嗯。现在呢？现在也就这么价。也是个价啊！你买了几年了是吧？我买了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啊！哦，那以后也就是这样子来这个，叫做、到处跑吧，到处跑的住啊。到处走一走，全国各地都转一转。啊、哦。下一步，明年以后我们要。沿着海转一大圈，走到哪住到哪，带着老人家多看看。不是，我们家老爷子岁数大了，他不方便。我们本来去年，打算在广东那个惠州，要出租，把房子已经订好了，他那有公寓房，完了以后，关键老爷子去年有个疫情呢，从深圳爆发了以后没去，今年这就回来，回了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，老人家你好。您是来住院的吗？是啊。哦，抽血今天。对对对。我也是来抽血的。住哪个小区的？昨天到我们房间里去。哦。去拍了是吧？啊、你是哪个小区的？
我在银滩，银龙湾那里。哦，银龙湾的啊。哦，银龙湾的，这住多久了？我在这里已经89年了。89年了，怎么样？感觉银滩？银滩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非常好的地方啊。嗯嗯。我喜欢这里，喜欢住这，冬天也不走啊。啊？冬天也不走啊？嗯，这两三年疫情，冬天都没走。都没回去啊。嗯嗯嗯，你们小区人挺多的，是，挺高大上的啊、哦，还有游泳池，打开水的地方啊、哦，有打开水，打开水挺方便，要有盆，要有桶，就方便了啊、哦。嗯，对对对。哦，你是得什么病啊？哎，我是糖尿病。哦，糖尿病来治治啊。糖尿病。哎呦，哦，看咱这个病房啊，哎，也有4-5个人了。啊，您是过来看病来的？我不看病。大哥看病。哦，你大哥啊，哦，你好你好，是怎么回事嘞？头晕啊。嗯。哦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已经发生了一个礼拜了。住院住了一个礼拜了吗？住院住了5-6天了。五六天了，怎么样？缓解没有？缓解了。他是用什么药啊？大概吃什么？哦，药。就一直住在这儿。住在这儿。哦，医院条件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啊，没上市里医院去，没有就在这里住，啊，这里挺方便的是吧？嗯、啊，这边一个大哥也是，等着打点滴呢是吧？对。哦，唐家荔湾的是吧？唐家荔湾住的什么地方是？唐家荔湾5-1。5-1那房子是不是大的那个房子？对的，100多平米的那个，一百二十七吧？139。127，你花多少钱买的？90几万，100万不到一点。将近100万。嗯。哪一年买的？啊，好多年了。好多年买的。十几年前了。哦。好早了。好早买的，刚开始开盘就买了。对。哦，呵呵，那怎么样？感觉？还不错，这里蛮好的。地方挺蛮好，不后悔吧？现在房价有点跌了。买了就买了吧。买了就买了，不后悔。这生意怎么跟这？你在做视频啊？对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